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喵老师。有了这个黑科技超粘底胶粘甲片之后呢，那对于一些新手宝宝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卸除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简单的教程。只是想要换掉款式下面的贴片还保存十分完好的呢，可以用打磨机直接把上面的款式卸掉，这样的话贴片不需要重新做就可以继续做款式了哟。但时间的话建议大家一个多月还是要卸除下面的贴片，因为贴片随着指甲的生长之后呢，它所处的位置可能我们的受力会变弱，所以不能太长的时间不换贴片哦。那如果想要继续把贴片卸除的宝宝，也可以用指甲剪把指尖的多余的贴片剪掉了之后，再用打磨机继续打磨就可以了。那打磨的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打磨贴片的位置，下面的底胶大家可以留一部分也是可以的，只要底胶没起翘，它是不会影响我们后面的操作的。那这样有了残留的底胶之后，我们继续去做美甲找平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底胶去找平了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磨到你们的本甲，那本甲就不会变薄哦。如果只有卸甲包的宝宝呢，看一下下期的教程，我有给大家录一个用卸甲包的方法哦，大家不要忘记点个小红心，拜拜。